汽车道路驾驶考照5月1日已经上路，全国监理站亦同步于5月起实施。考照除笔试、驾训场考外，还得加考道路考照，因此台东地区驾训班首场道路考照在6月7日起，位于芝本的东升驾训班率先实施。今天是因为我们道路考照的一个实施哈，驾训班的部分在台东县是第一个班级来实施这个道路考照。那今天在我们辖区的东升驾驶训练班里面报名的人数有39位，那因为笔试那边不及格的有4位哈。不及格，那所以实施这个道路真正进入这个道路考照的部分就有35位的学员来做测验。这样整个考试的过程，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入实际在道路上面这个考生实际会使用道路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行车前的车辆的一个检查哦。那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标志号志一些标线的一些规定。那当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像两段式开车门这一个动作，那其实是涉及到他行车安全跟停车发车的一个安全，所以让考生养成那个两段式开车门的一个动作哈习惯，那有这样的这个观念哈。那另外就是整个道路的过程里面应该注意行人或者车辆的一个路前的一个观念哦，让他们实际在道路上面驾驶是可以比较放心哈，他有这样的一个实务的一个考验之后，可以这个比较安心的能够驾驶车辆真正能够上路，那也保障到他驾驶人的一个安全。第一天的情况看起来怎么样？目前学生还不是因为第一次的路考道考。那可能学生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说相对的固然还会有很紧张的那个现象发生，但是还不至于说像之前这么样的压力，因为他们还搞不清楚目前道考的状况。就这个样子，然后可能会紧张到说摆头或者是打方向灯会有这些失误，一些小失误可能会有，就这样。他失误有都特别提醒，但是在上课的过程，教练会一再的提醒，不要让他们有这种的扣分，不要让他们在这个状况下被扣分，是这样。我妹妹可以说一下你的心情吗？还蛮紧张的。你有什么觉得是最困难的吗？什么是最困难的？因为有新增啊一些规定。我觉得应该是上车的口述，因为我个人比较容易结巴，所以会很紧张。对，你大致上就还好。对，有通过了，有通过，笔试也通过，对，都通过。另外，保障学员权益，要求驾训班业者提高保险额度，保障第三人每人伤害理赔350万以上，每一事故财损50万以上。因考人及主监考人员乘客部分也有伤害理赔500万以上，考验车辆并全程录影录音，减少考验争议。东台湾新闻网郑玉宁、卑南乡的采访报道。